我是马可爱 JR 酒店的空降人员。我有一种异能，手一旦触碰他人，便会预知未来碎片，伴之而来的是头痛欲裂。直到遇见他，他是让我温暖的解药，也是我的爱情毒药。飞机遇到气流，有些真不起，大家见谅。你是不是阴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心跳这么快？为什么他扑过来的时候，我的头没那么疼了？不出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会帮你们把酒店问题通通解决掉。好大的口气！我也最多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，就能够让你乖乖的离开这里。我马可爱的人生理想，就是让这样东山再起。我不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也不准跟我说话。上班期间，即使去卫生间，也要跟我说一声，不准任何人靠近我接触，除了你。除了我？是的。开房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日泰国著名影星陆贞贞小姐抵达时装版纳，帅哥，有没有兴趣和大明星来一场终身难忘的恋爱啊？陆贞贞，你这个爱抢别人男朋友的毛病，什么时候才能改？你们俩是公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那我就喜欢。能被抢走的男人都不是你的男人，在爱情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夏雨欣，是我的。你哪位啊？我是可爱的男朋友。你是他男？他是你男朋友？一个没有任何身份、没有背景、来的不明的人，靠近可爱，靠近你，真不知道他对你们是什么样的企图。他韩元明凭什么这么说？人家那是把你当情敌了。夏雨欣，爱情是需要有能力的，现在只有我能救这样。也只有我能救可爱。我会让你自己走的，走着瞧。你认为我夏雨欣就是一个靠女人养的小混混是吗？酒店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。阿可爱，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是那个最爱你的人。我要是你呢？想一想，这可爱身边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陪着他？要配合你的高端，配合你的喜好，我真的很累。我们彼此放过吧。也许跟你分开，对你才是最好的。